进高山老街。住了这个温泉酒店，在刚才酒店旁边的巴士站。我们现在在 N6， 要搭去 N8。N6 是8:38，现在是8:35。上车了过后就直接进巴士，不用拿证明签。下一个站，朝日电影。我们要去巴萨，走啦！我经过一间很怀旧、很怀旧的 photo 店哦，大的肯定是有便宜的。8:36，便宜一点。是啦，不用算了，还一定会便宜一点给你的。那边买东西，请跟着这个音乐跳一个舞出来。跳一个舞。这个是舞来的呢。哦，跳给我看。你要好好的收拾玩具的哈。你自己讲的哈，你开啊，开了啊。开啊，嗯。你不要说的话。然后叫你收拾东西的时候啊，你就不可以呱呱叫啊。妈咪，给妈咪看一下什么秀，妈咪。这个是壁橱啊。嗯，对的。那个门可以关的。哦。哎，不可以赶住拆，回去才可以拆的啊。回到马来西亚才可以拆啊。嗯。竟然在一间文具店里面看到玩具。日本的文具店，高山的文具，看起来也是蛮古老一些啊。开心吗，亲？走巴萨东川昭市。这边买了 一盒 strawberry， 来拍一张照片哦。行，你跟着我吧。这比较像旅行多一点。对吧？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。你那种静静的状态咯。静的状态。你都不喜欢人多。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你是孤独的肥肥，你喜欢吗？喜欢没有。高山街拍中。到了这间博物院，我们要来的这个高山沼河馆。你的票呢？哪有？放在里面。行。行。进去。你会打电话吗？哎呦！五块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。这个整车是唯一我们家里有的哦。你帮忙倒茶， okay. 然后给妈咪喝茶，你站住的，你依然是坐在跪在这边，这边跪这边里面点。你是古图啊你？你要帮我看，你看我看到了没有？哇，那很卡普啊！被抓去警察局。This is our small town. Small town. 你很小吗？我们家小。
请你不要吐啊！我可以乱吐的咩？请不要吐了，假假写就是啊。Today, what are we learning, teacher? Music.抄那东西吧，来。没有东西，好了，行了，小编来。没有东西，我尿已经滴水进去了。有。有以前我有玩过，这个我也是有玩过这个，这个也是有玩过，这个也是有玩过，我是去跟人家借回来玩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口袋呢？温馨啥的。哇，这个也是玩过的，这个。哇，爸爸的最爱，什么曲歌？回忆啊，那去摆的度。你从第二集开始玩啦、啊，去摆的度。我要讲打他不？哦，没有没有。攻击你老秦，你要死了老秦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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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死掉了！哦，死掉了！就劝你玩来。其实以前的戏就是这样黑白喽。Okay, 我们还没有看那个电视机的时候。我在这里过了一个很美好的时光。嗯，的早上，嗯，你先去吃早餐。你走了。吃早餐，吃午餐呢？Brunch。面来了，它的是三片的，三片猪肉的，是两片的，一片的，猪肉切得很美的，好像那些麦吉面味道这样好，吃完面。我请哦，没有小细节哎。请，你一直讲累啊！我改天我不要带你来了，我带妹妹来了。改天我，你还要讲累没有？你还要来没有？来旅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高山老街，就是这条街是小弯弯，一眼就看完了。是啊，5点按到完了。啊？Robert 他是5点按到我的。是咯，5点就天亮。早上也是5点就天亮咯。煎饼。还要汤。哎，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条街。差不多要去到结尾了。啊！高山的古街也是很多人的笑哦。高山哪个没去？啊！走完高山老街出来了。
高山镇雾。以前没有人住的哦。我们在这个高山镇雾前等巴士。巴士还有咯。那里。哦。Just in time。你是兔子啊，你不要叫我妈咪啊。来，上菜。挺好吃啊，金鱼。圆哦。这个肥瓜一直吃一直吃的。我懂，你一定会讲这个肥瓜一直吃一直吃的。不可以拿手套啊！哇，我们 bonus 经过一个雪山。耶！我第一次看到 snow， 我第一次看到 snow。但是我看到是冰雪，我看到的是 snow。这个真的是 snow 哎！你抓一把，然后拿来丢。丢。snow 的它比较 fluffy 一点啊，是吗？休息站，很冷。那我们的蚂蚁请问你来问我们哪里来？什么？那个马来西亚的。哦，他是也是马来西亚的。可是有倒霉豆哎。行，那个男的像 Bandy 跟妈咪讲的是，这个啊，我明明看到这个很奇怪，哎，国伯哥哇，伯哥都可以。突然这，厉害哦。他这样子咔咔咔咔就出来了。想要看他表演吗？表演就厉害。那笑。你真的有要吃才买啊？我好像很好吃。谁哪里？九十秒。也很好笑，他们只是这种炒面面包哦。凤姐炒啊。我炒凤几点就炒好了。哎，别了，哥，别了，走了。好吃，好吃，对。叮叮那边，他就弄上叮叮自己。休息站。哎，七个星啊？那个是小颗嘞。我怎么有八粒耶？不，我怎么有八粒？还有很多种呗。我怎么有八粒？那是八粒啊？骗人的。八粒啊！哎呀，这样子是骗人的。到了，富士山的旅馆。哎，等下都各自哦，大概呼吸一点。是五个，是要怎么样过？要这样几岁？不是住两天了、啊？住两天了。嗯。太酷了。好像羊羔粗。
快点试看那个咖喱的，这四个你试试看。我知道是点这个，可是你不想点那个酱吗？这咖喱点点，你放一点点咸，不然多。有了哦，它味道很重一下了不？咖喱盐，先把咖喱味。咖喱味 OK 吗？那lemon那个啦，lemon那个。